你好，喂，有声音，喂喂喂，好的，我是你点的五元巴西战神啊，你就位了 巴西西巴是什么东西？西巴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老板你骂我？老板吃饭了没有？刚吃。吃的啥呀？吃的饭吗？老板吃的是饭吗？老板，我吃什么不知道。老板你不开心啊？嗯，不是很开心吧。老板你是哪里的？河南的呀。河南的？对啊。河南哪里的？你河南哪里的老板？是这样负责热气氛的吗？这不是查户口吗？感谢，能不能别说话了，是的飞机啊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嗯，老板你今天这么早打游戏，昨晚没有约会吗？起来这么早。你能不能不提这个啊？咋了老板，失恋了吗？还是被人甩了？嗯，你是我单身，所以我不够七夕，懂吗？嗯，老板你咋了？咋哭了呀？啊？嗯，喂，老板你咋了？没事，欢迎来到英雄，不关你事。你打你的就行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是我都死了，你一句话都不说一下的吗？啊，没有没有啊。我看你心情不好，所以说不讲话了。你不是说你要让气氛热起来吗？那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怎么死了呀？你拉下小地图不就知道了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一个头没拿吗？老板你几点钟起来的？我靠，溜了啊，火毙了。小心啊，我溜了。你不是讲溜了吗？哎呦，我好难受啊，老板。我来了，我又来了。下路是谁啊？ EZ 加，我操，猴子在我旁边，我来了，能上吗？好。能上吗？能上吗？不太能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给错了。EZ 在干嘛呀？EZ 在干嘛呀，兄弟？刚才帮你拿两个头，为什么不上啊？死。我要杀两个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还不错。他们活不长。老板，你不要不开心啊！我陪你聊天，好吧？你聊什么呢？老板，你中饭吃了？吃了啥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河南什么最出名吗？河南胡辣汤很出名。你喝的胡辣汤？那是我的早饭。哦，
你中饭没吃吗？早饭和中饭不能是一起吃的吗？哦，嗯，你几点起来的？十点。哦，我觉得你这波算了，来不了。我来了。不用，下路都是视野。嗯，好的。嗯，这 EZ 不是拿了两个人头的吗？为什么输出这么低？他捡了两个头，刚才就下路他捡的、嗯。那也是经济啊。那就不知道他了。不怕我单杀你啊？有点帅。嗯。小帅。还可以吧。技术陪玩啊。下路有技能吗？下路。下路不仅没有技能，下路他还要掉。没有技能是吧？我对面还是我们。我，把这放大吧。走吧，有机会吗？我有治疗，有治疗，你来我一口吧。后面有黄色的呀，我来了。这人这么会蹦吗？我操，这么会蹦吗？我来了，经典绕后。这个辅助挺烦啊，这辅助啊 ，W Q A 翻墙又他妈练我，扎死你！能打过吧？打完了，漂亮，零换四还可以。他们应该在打峡谷吧？在打架。我来了，这皇子有点肉啊，我应该可以秒他。没事，他直接秒伤，他没闪的，漂亮。这两个人提管机的，能拦吗？能。啊，控死了，动不了，没办法。嗯，别蹦了。干嘛呀？刮痧。嗯。干嘛？别送啊！过分了。小帅。干嘛呀？这四个人围攻我，天哪！你跟着我吧，嗯，我来保护你，好吧？不是不行，嗯、我这就来，等我复活、嗯。那我保护你。你昨天七夕节怎么过的呀，老板？不是你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没有啊，聊天吗？嗯，哎，也不是，就是昨天刚分手吧，算，哎，也不算，就单纯的可能是被甩了。哦，那我的，我不应该提的，他死了。我这一周，我靠了，帅的。这么老吗？还行，推塔，嗯。哦，有点东西在身上啊，小伙子。还好，分段不是特别高，所以说玩的比较轻松。所以三杀是别人的，对吗？哦，还好。
我还是觉得直勒香炉有点蠢。什么香炉啊？直勒香炉啊，就是加攻速的那个。哦。你怕不是个假的配玩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平时不打玩辅，不太懂。我带波啸啊。嗯，万豪在打石头人呢。哎，为什么我在这个三角草都能听到他打石头人的声音呢？原来这个游戏还能听声辨位的呀。能啊，别跑了，能跑吗？我来了我来我来。没跑。其实我刚才可以跑的，这一波我没玩好。这一波我不杀了呀。哈，没了。被人抢了，差点五杀了。老板你多高啊？你刚说什么？我多高？哦，您觉得我多高呢？我不知道啊。比如我听你的声音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个180的阳光大男孩。真的吗？那你猜错了。你觉得我像骗人的人吗？那你猜错了。啊？怎么说？我1.9米。1.9米，河南这边。1.9米的男生都少见。我不河南的，我不是河南的。嗯，我只是说我们这边的，啊、我们这边1.9米的男生很少见。哦、啊，是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300，漂亮。哎，这吸血鬼伤害也高啊，吸血鬼。是啊，然后我们家的兵线在中路，对面投了。来一把野河吗？兄弟们，我应该现在跟他怎么聊才好呢？有没有屌到的朋友推荐一下的？别不开心了，大不了再找一个，没事的。嗯，也有道理，男人那么多，对吗？就偏偏我倒霉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夸夸我的露露，让我再拿一把。上一把你露露很厉害啊，说实话。啊，就这么夸吗？那应该咋夸呀？就单纯展开、啊、展开说说。你的露露好厉害啊。啊，展开说说呢？就这样没有了？那我跟你讲，这把我要开眼了。哈哈。